我们这次是第二轮嘛，我们这次的目标呢是要拿到所谓的 UFO 结局，没有错。所以 UFO 结局是沉没之丘二坠起之狮之后才有的结局。你要破过你的主线一轮，还有再加上玛利亚的支线一轮，然后就可以开启 UFO 结局。UFO 结局算是沉没之丘它的传统啊，是一种。还蛮好笑、蛮逗趣、蛮恶搞结局，所以我希望呢，我们这一次的沉没之丘可以拿到这个有趣的结局。那而且我们现在第二轮了呢，我们第二轮有电锯喽，所以不过我觉得那电锯其实没有很好用啊。那我们就开始吧。Welcome to the bonfire. Could you really be in this town? 朵拉索拉，谢谢你追随我的 follow。他刚刚说：“玛利亚，你真的在这个城镇里面吗？”我们这是第二轮啦，所以我把他的一些杂讯效果给去掉，所以你们可以看得出来，他现在画面非常的清楚。那，等等。以前游戏会自己转视角，实在是有点不方便。那你要拿 UFO 结局的话，首先一开始呢，在这个厕所地板上就有一个蓝宝石可以捡。哦，会猴子 kill 你的，拿到一个蓝宝石，来看一下这蓝宝石哦。詳細を不明とある場所で使うと。这是一个来历不明的蓝宝石。如果我们在某一些地方使用这个蓝宝石，就引发什么事情呢？就可以引发我们最好笑的幽浮结局。它总共要在大概三四个地方使用这个蓝宝石，那就可以引发我们的幽浮结局。所以我们就拭目以待吧。希望这一轮呢可以拿到幽浮结局。电锯待会才有，电锯待会才会捡到，它不会一开始就给你。墙壁上的涂鸦跟幽浮结局有关系吗？的确看起来是有点像幽浮啦，但是哈，其实我也不确定不太确定这些墙壁上的涂鸦是不是有所谓的特殊的意义。Restless dreams. I see that town. Silent Hill. You promised you'd take me there again someday. But you never did. Well, I'm alone there now. In our special place. Waiting for you.
damn disease 3 years ago. So then, why am I looking for her? In her special place, what could she mean? This whole town was our special place. Does she mean the park on the lake? We spent the whole day there. Just the two of us, staring at the water. Could Mary really be there? Is she really alive? Waiting for me? Hi, Cola。了平说第一次看这个游戏，这个游戏跟恶灵古堡差别蛮大的，它没有恶灵古堡那么的。Yuma 使用的我们的 Cheering B， 非常感谢你的支持哦，谢谢你 Yuma。哇，今天才刚开没多久，就两位使用我们 Cheering B， 真的是太感谢了，谢谢你们哦。我今天有贴了一下 Cheering B 的使用方式。Cheering B 你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是刷鱼丸，就等于说这是一个图奇他所提供的支持实况组的一种方式。你们可以看那个聊天室的那个笑脸旁边不是有一个宝石的形状吗？那个宝石的形状点下去之后呢，它会带你到Amazon 的买点数的页面，你可以在那边买点数。那买点数之后呢，你可以刷给你支持的实况组，那就会像刚刚一样出现通知在我们的实况画面以及在我们 的聊天室上面。那同时你的 ID 呢也会出现一个特殊 的徽章，这是算是图奇他所提供的一个有别于 Donate 的支持方式啦。那就跟你们解释一下，你们就选择自己觉得最适合的支持方式吧。这是一封玛丽亚寄给她老公，也就是詹姆斯男主角的信。曖昧な眠りの中で夢見るのはあの街サイレントヒル。在半梦半醒之间，我梦见了那个城镇 Silent Hill 沉默之丘。いつかまた二人で行こうと約束しておきながら、私のせいで叶わなかった。它的日文跟英文不太一样。那你们可能有些人他是英文比较好，他会听那个英文的发音。可是如果你去对照他的日文字幕的话，会发现有时候差蛮多的。可能有时候他的那个英文的配音已经是另外一个世界了，会差的有点多。但是我想，毕竟这是日本公司做的游戏，所以我想他的剧本呢还是以日文字幕为主。我们约好了终于有一天要再来一次沉默之丘，可是因为我的关系而没有办法达成这个心愿。私は一人でそこにいる、あの思い出の場所で。我一个人在那里，在那个回忆之地。あなたを待っている、我在那里等你。好，这个是他老婆 Mary 的照片 ，Mary 看起来有点病恹恹的啦，看起来气色不太好。我觉得日本人他们对于一些英文名字的发音真的是还蛮逗趣，比如说 Mary 他们写成日文的片假名是 Mary， 其实差蛮多的嘛。Mary， 那你其实可以说是你发音就 Molly 就好啦，这样不是比较像嘛？可是他们会写成 Mary， 那有些人他在翻译的时候，他看到 Mary， 他会直觉的认为说，哦，所以这个人叫做梅雅丽，他会翻译成梅雅丽，可是这个其实是错误的。Mary 的英文是 Mary。好的，哎，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大叔他其实跑得很快耶？因为我们上一轮，我们上一次沉默之丘是沉默之丘一嘛，那个时候就觉得，哦，那个大叔真的是有够废了，跑个没几步就停下来气喘吁吁，然后跑步也很慢。可是这位詹姆斯大叔就是不一样，他跑起来我真的是觉得异常的快速哎。これ以上車で進むことはできない。歩いて行こう。这边没有办法，开车过去，所以要走的。简称梅丽，没有错。
跟梅丽斯翠普是一样的。那我们说有电锯嘛，电锯在待会的地方才会拿到。刚看完林系列沉默机就跑超快，对，我也是这么觉得，真的。哦，尤其是跟林比起来，跟手无缚鸡之力的林比起来，真的这个沉默机就二的大叔实在是跑太快了。吃炮弹的小奥，谢谢你的 host 哦，谢谢你。嗯，克里斯晚安 ，Z 二五五晚安喽。他这边呢、啊，我每次跑过来的时候都会听到一些狗的吠叫声，可是每次都没有看到狗，每一次都这样，你都会想说奇怪，那个怪物的声音到底是哪里来？我、哦、知道了，来自我的内心。原来如此，这个就跟呢。我常常跟你们讲，不是天空在下雨，也不是你的心在下雨，是你的脑袋在下雨，好不好？嗯，这个是第一个存档点。欸，你们有没有觉得把那个杂讯拿掉之后，真的清楚很多？欸，清楚非常多。欸，这样看画面比较不会觉得说雾雾的，然后比较难辨识这样。到底是谁把招租的小红单丢在井里面？あれは見てると頭の中をまさぐられるような奇妙な感じを奇妙な感じを受ける。你脸上的粉刺都看得到。叫我脑袋竟然装江湖安安哦。这是贞子的家吗？这不是大白猫吗？大白猫，大白猫，你今天有没有踢好猫砂？大白猫，好的。这个画面比以前好很多啦，可是因为以前的游戏它没有办法自由转视角，它会自己帮你转动视角，所以有时候还是会觉得那个视角转得有点令人难以适应。比如说，它现在就是一直想要试图转我的视角。Excuse me, I... Oh, I'm sorry. I was just... No, it's okay. I didn't mean to scare you. I'm kind of lost. Lost? Yeah, I'm looking for Silent Hill. Is this the right way? Yeah. It's hard to see with this fog, but... There's only the one road. You can't miss it. Thanks. But... Yes? I think you better stay away. This town... There's something wrong with it. It's kind of hard to explain, but... Is it dangerous? Maybe. And...It's not just the fog, either. It's... Okay, I got it. I'll be careful. I'm not lying. No, I believe you. It's just... I guess I really don't care if it's dangerous or not. I'm going into town either way. But why? I'm looking for someone. Who is it?Someone very important to me. I'd do anything if I could be with her again. Me too. I'm looking for my mama. I mean, my mother. It's been so long since I've seen her. I thought my father and brother were here, but I can't find them either.I'm sorry.
It's not your problem. No, I hope you find them. Yeah, you too. 好的。他们两个刚刚在对话，男主角是说我迷路了，我要去沉默之丘，然后那女生就暴露给他，然后那男主角就说我是来找人的，然后女主角就说我是来找我妈妈的，那我的爸爸跟我的哥哥都在这里。总之，他对话，我想这个沉默之丘二的实况放上 YouTube 之后，我应该是会放字幕，对，所以详细的对话呢，到时候你们就会知道。但总之你们可以知道这个女生，我记得她叫 Angela， 你们可以知道这个女生她讲话怪怪的，然后她说她的爸爸跟哥哥都在这里，她是来找她的妈妈的，你们只要记得这一点就好。一个来找老婆，一个来找妈妈，大家都来这里找人，然后一代男主角是来这里找女儿的。三代就比较简单，三代他其实只是想回家而已，其实只是想回家，可是历经千辛万苦还是回不了家，回家，然后等到回家之后就已经，嘿，我就先不爆雷了。男主角他收到了他老婆寄来的信，说他在沉默之丘等他，可是照理说他老婆三年前就已经死了，所以这件事情非常奇怪嘛。但是他就决定要来沉默之丘一探究竟，看是不是能够找到他老婆还是怎么样的。说到这个，觉得 PT 后来被终止真的很可惜。对啊，很可惜，我本来非常的期待说大家都来沉默之丘找人，感觉沉默之丘是一个度假胜地。他的确以前是一个度假胜地，对，以前确实是一个度假胜地，只是后来没落了，变成一个死城。现在根本就勇者打魔王的故事，对啊，简单来说就是这样子啊。您什么都没有啊，只有钢琴，没有错。钢琴最终 boss 好不好？钢琴号称史上最恼人的最终 boss。啊，你跟我说硕月是最终 boss 没有啊？那个是哪里听来的谣言？根据我的经验不是这样子啊，最终 boss 是钢琴。有没有？这边有一个很吵的电锯，拿起来，拿到电锯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那个电锯锯木头那个特效看起来好像在喷毒物一样。这是一个锯木头的电锯，攻击力非常的高。他写了啦，他写攻击力非常的高，但是电锯使用起来其实我觉得没有很方便，对吗？等，这有点慢，有点慢，因为他准备动作的那个空隙有点大，其实看起来有点霸气。你好歹做一下锯木头特效好不好？空气斩嘞，又是一个隔空水桶。好啦，总之这是我们的电锯。电锯没有使用限制，它就是给你无限使用。电锯应该装在右手。好，电锯不用吗？跑跑跑 ，Silent Hill。对，我们的台歌。爱干呢，其实说起来就是从《沉默之丘二》开始的。你们等一下看到那个《沉默之丘二》的补品，你就知道为什么我叫爱干。爱过爱过，一口气走惯，保护大树消除疲劳。德州杀人魔出现了，有点呆，对啊，看起来有点呆，巨空气。这个动作跟刺枪术80%像，真的有点像哎。有电锯还不天下无敌，其实也不算天下无敌，因为它的攻击空隙有点大。沉默之丘成功后，制作人后来又回日本做死魂曲。应该说不是制作人，而是说死魂曲的制作人呢是当初沉默之丘制作小组的其中的一个人。
而且当初的沉默之丘，它其实它不是一个独立的系列，它是有点像 AJ， 这不是我们的空军一号吗？我们的空军一号刷了一波，刷了一波鱼丸，谢谢你哦 AJ， 非常的谢谢你们哦。有有有，对，有出现了，有出现了。镭射枪，镭射枪印象中没有哎，好像这一代的隐藏道具、隐藏武器就只有电锯跟喷雾的样子。看起来好呆哦，超呆的。成功，对啊，谢谢你哦 ，AJ。觉得去杂讯之后，整个画面变得好清楚哦。反正既然这是第二轮，我们也不用放特地放杂讯来这边干扰我们自己的视线。对，一个水晶符号，感觉好威哦。对啊，怎么样，大泥蛙是不是觉得有点心动啊？大泥蛙，前面符号也还懂。我们现在聊天室已经有三个最胖了，我们哪三个最胖呢？就是我们的 Vogelin 跟 Yuma 跟空军一号，也就是 AJ。因为那个 AJ 跟 VO 本来就是我们的 MOD， 再加上订阅户，所以他们本来就有两个符号，然后再加上刷鱼丸的符号，整个变成三倍胖，在聊天室变得特别的显眼。沉默之丘二代，他真的是有很多的时间都花在跑步上面，有点心动。什么大泥蛙居然有点心动了吗？大泥蛙心动不如马上行动哦。对，嗯，图奇这个刷鱼丸呢，其实是你在购买点数的时候，它其实就已经事先收取手续费了。所以你们在刷鱼丸给实况组的时候，实况组不会再额外的被收取手续费，等于说你刷100颗鱼丸，这100颗鱼丸就是实况组的。对，稍微跟你们解释一下。以后会不会出现两三排不爱的看得到聊天室名称？不会啦，应该不会。迈向最胖之路。哎，奇怪，我们那个养猫户计划的那个怎么都没有出现？等我一下下。啊，有了有了有了，好的，我们的养猫户计划。十二月份食人巨猫餐费 ，Feed my cat, a she will eat me。请你们帮忙喂养我的猫咪，把我们家食人巨猫就吃掉我。对，所以我们左边这个是呢，我们的最新养猫户，我们的最新养猫户就是最新抖内的观众，就有包括我们的 Yuma、Nuts 啊、John Jono， 还有 Peter 啊、PHR 之类的，稍微跟你们解释一下。然后我们的 Sub Go， 哎，几天没见。订阅又掉了一个人，哎，难受，想哭。好啦，那我们继续吧。安德烈安安哦，快点快点，三倍泥蛙大。那个亚马逊，它是不是只能用英镑买？应该说只能用美镑买，没有办法用日账买。刚看你们讲，好像是这样子。哎，苦的哇，吉诺阿多嘎，这是血迹。哎，来了来了，前面有一个婀娜多姿的怪物。伊玛的希托嘎给哇，刚那个人影是，那一看也就跟着他走就对了啦。对，一边玩一边跟你们讲，我有考虑要改变我们今后的实况形态。因为我们至今为止的实况形态都是主要连载的实况是礼拜六，那二四我可能会玩别的实况。可是这样有一个缺点，就是实况时间会拖得太长，变成说你一款实况可能要花费几个月才会连载完。那我想这样子对于大家的观看节奏来说，可能也不是很好，可能会有点打断。所以他旁边出现了百变，抱歉，因为。
因为我现在用这个 Ever Media Center 用它的截取就是会这个样子，对，因为它有 HDCP 的关系，所以没有办法用 POT Player 来播放，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先跟你们说一声。所以我考虑，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主要实况是沉默之丘嘛，我考虑246都直接实况沉默之丘，这样你们一次看得够，这样好不好？让你们一次看得够，这样子我们可以缩短我们的实况时间，然后大家也可以 一口气把一款游戏看完，就比较不会说好像中途节奏被打断或者拖了太久这样子的感觉。哎，刚刚那个婀娜多姿的人影嘞，好在这里，血姬。不过这血迹看起来假假的啦，略显浮夸，好不好？浮夸的血迹，好哦。哎，他在看这里，他在看这里。哎，有存档点，存档点。基本上主角在看什么地方，就代表那个地方有重要的，可能是存档点啊，或者是道具之类的。哎，马上就看到了艾甘，有没有？哎，有 drink， 我听你的哒。拿到了营养饮料，来看一下艾甘是不是很像。看到这个马上要唱一下熟悉的台歌，爱过爱过一口一十罐，保护大树小粗皮一老。好的，再剪一下艾甘哦，我剪一下，这看起来像番茄酱啊，怎么看起来跟番茄酱87%像？你还想骗我这是艾甘？多亏我们认识了这么久，还想欺骗我？好啦，来存个档吧。嗨，小峰，克里斯又回来，克里斯睡不着，睡不着就来继续跟台吧，克里斯。极尽雨夜安安哦。好的。有天是有日本人，真的、哦？真的吗？是不是骗我啊？你们有没有骗我？哎，他现在这个视角没有办法让我们看到前面的东西。ソーマは日本語方ですか？哎，按错了。我刚刚有点习惯改不过来，因为那个零它是用那个 L2 来开地图，我要习惯一下。沉默之丘是用三角形来开地图。这代的存档点是剪吞别人红包，没有错。你也可以称它为招租广告。Scratchy 安安哦，继续跟台，说不定会好笑到我睡着。好笑的地方没有那么快啦，那个好笑的地方在结局啊，那个还要很久。不知道为什么脑袋里面一直出现咚咚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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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达巴达巴达蹦咚咚去咚咚去，你们居然又开启了这个禁忌的潘朵拉盒。那个咚咚去咚咚去是之前在实况沉默之丘一代的时候出现的一个梗，鸡块在肚子里面跟踪。好的，说不定过程很好笑。嗯，不讲都忘了。哎，来了来了来了 ！Welcome to the bonfire. SCORE06， 谢你追随哦，得出发喽。什么 Peter 居然贴出来了？咚咚起咚咚起，咚咚起咚咚起，吧嗒吧嗒吧嗒蹦，居然开启了禁忌的潘朵拉盒。这样都提醒我，我还不放歌。哎，左边有一个婀娜多姿的影子。啊，日本の方ですか？こんばんは。日本の方が来てくれるのは、というのは初めてですね。なんだかちょっとドキドキしちゃう。
哎，木棒，太远了啦！你这么远，哎呀，我们来用看那个哦，用看那个电锯，剑手使ってみよう。来哟！哦 ，Is it dead？ すげえ。What the hell is it？ すごいな。你 ？It's not human。すごいなあれ。他刚刚说这东西死了吗？看起来不太像人类。哎，电锯有点歪哎，各位观众。千手すごいなこれ。是超威的，不过他的那个攻击空隙真的是蛮大的啦。可能如果说遇到比较强，然后动作比较快的怪，就没办法使用这个。原来这游戏第一次玩就有这种武器，真好哎！嗨，自在，这个不是第一次，这个是第二轮才有的武器。还蛮威的，对不对？是不是也想使用我们的电锯啊？这个怪它算是会一直出现的啦。哎，不对，要走这边才对。嗨，维他命哦，怎么样？自在是不是想玩了？要不要来加入啊 ？Is this thing broken？Better take it anyway. Welcome to the bonfire. 搜马燕点燃了邪教萤火，谢谢你追随啊 ，this for follow. Follow し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哎，有血迹，有血迹，各位，有没有？走过地方都有血迹。まあ私の視聴者さんは主に台湾人なのですが。だから私の実況も主に台湾語や中国語か中国語を使って実況していくと思いますんで、でも日本語を分かる人はいっぱいいるので、だからどうぞご自由にこの実況を楽しんでください。血迹好像真的，血の跡黒いな。他是不是应该就是只能往回走啦？再存个档。今天都是日本人，要不要用日文说一下感谢罪？你刚刚是没有仔细听啊 ，Cola， 我刚刚有讲哦。又被我抓到，哎，那个句子卡到桌子里面去。这年头角色都自带四次元口袋，对啊。我刚刚是跟他说，我主要是因为我的观众主要都是台湾人，所以我会用中文来实况。但是我的观众里面有很多人懂日文，所以请他随意的来，请他尽量享受我们这个实况这样。哎，我记得好像会有一个尸体上面有小纸条，看一下哦。刚进来就听到先生说日文，觉得感动。Switch key 安安哦，我平常没有什么机会说日文啦，因为 Twitch 上面没有什么，应该是 Twitch 上面本来日本人就已经很少了，而且会出现在 Twitch 上面的日本人通常都会比较想要跟你讲英文，他们大部分会比较想要讲英文，对啊，所以。就算遇到日本人来看他，也很少会遇到他们愿意跟你讲日文的。可是你要跟我练英文，我的英文也不好。
好吧，只好到处绕绕了。哎，反正沉默基地大部分路都是封起来的嘛，走一走总是会有路可以，总是因为它的路都是封起来，反正你走一走一定会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因为它也没有给你太多选择，没有错。这不是英文权威吗？英文就是 I have a pen。哎，那个后来怎么唱啊 ？I have a pen。I have an apple。Apple pen。Pepper napper apple pen。哎，我还记得，有没有？让你们看看邪教教主呢？邪教教主除了是英文权威之外，垃圾语呢也是略懂略懂。没有，我英文很烂。Pepper napper apple pen。哎，围起来，硬是不给你过。这是不是在刺青里面？应该不是在一个在林里面呢，就是会跟你说，后面有一个强而有力的神秘力量，不让你过去。不是啦，那边是制作人啦，制作人的力量。哎。哎，不行不行，这个空隙太大了。哇，一击杀哎，爽！看一下左边，你有必要喘成这样吗？这边。乱喷乱喷，锯他锯他！雨夜会发生好事，但是就不用理他了啦。哎，我们烧巨人活动又热情起跑了吗？不管在任何时候，只要是你们想要烧巨恩，我都不会阻止你们的，好不好？我们这个台最开明了。Martin Street， 天气有点冷，来烧巨恩好了。哎，说到这个，最近天气真的很冷哦。今天白天的时候还有点阳光，可是一到傍晚就变得非常的冷，所以大家出去的时候要记得多带几件外套，应该说穿暖一点。因为这种天气如果感冒的话就还蛮麻烦的。 CK 安安哦，感觉温暖，怎么烧剧院让大家感觉温暖吗？这台好温暖啊，没有错，我们这一台最温暖了，最温暖就是这一台。爱过一口一十罐。哎，有没有爱干？哎，有哎，有拿到那个哎 ，what？ 拿到急救包，爽！巨恩真的是冬天好伙伴，没有错。Action one， bring me souls， pluck from their vessels。这游戏欺负 3D 晕重症患者 QQ， 我先撤退去刷手机游戏了。RYOHEL 献给防火科技一灵魂，非常感谢你的 donate 哦，谢谢你的 donate。 这游戏欺负 3D 晕，我先撤退去刷手机游戏了。好吧， 3D 晕的话就没有办法，因为有些朋友他看这种 3D 就是会晕，这也没有办法。不过还是非常感谢你的 donate 哦，谢谢你。但是我想要治 3D 晕的话，就是你要坐的后面一点，然后可能画面小一点会比较好吧，我想。所以如果你真的 3D 晕很严重的话，看你要不要用平板看啊，还是改用手机看，可能会好一点，可能啦。哎，刚刚那位是了平吗？我看一下哦，
是廖平啊，廖平要走了。廖平，廖平，我们的心跟你同在哦。廖平，请你要继续用手机跟我们在沉默之丘里面闯荡。Welcome to the bonfire。542券点燃邪教萤火，非常感谢你的追随哦 ，Thanks for follow。我看看，好的，反正往前走就对了。哎，哎呦，他会自己转视角，好烦哦！你们今天过得怎么样啊？过得好吗？这边是刚刚来的地方。好，先生想要做赖贴图吗？其实我有在考虑，哎，我有在考虑要做赖贴图，只是我还不知道说要做什么样的贴图。我在边刷游戏，所以我画面其实已经刷到跟手机差不多大小，但还是会晕。真的、哦，真的是太辛苦了。我有在网络上有看到有人在问说，会3D晕怎么办？我有看到一个办法，我觉得乍听之下你会觉得说力气在搞我脑吼，但是其实好像真的蛮有用。那个方法就是吼，吃晕车药。没有错，吃晕车药。你们可能会觉得说，哦，千岁，你到底是在乱讲什么？不要再闹了。可是听说吃晕车药真的有用，哎，对啊。所以不过我想应该不会有人为了看实况去吃晕车药吧，好像有点太夸张了。但是这是一个好像据说蛮有效的方式啦。我要当贴图顾问，好哦，大伯猫。我们的大伯猫呢，在这个贴图这条路上了，也是我们的前辈。贴图顾问，对，没有错。这边车要看情况，这汪汪有吃过是不是 ？Martin Street 应该是有用。哎、欸，对，要在30分钟前饮用哦。这以前呢，以前去校外教学的时候，因为其实我会晕车，我都怪，我其实会晕车，所以我都会先事先买晕车药，然后他都会跟你提醒说，哎，你这个晕车药啊，你要在上车的半小时之前吃哦，不然等你上车再吃就没有效，因为它需要一个药效的作用时间，对。现在推图好像太正经的都不太卖，我觉得，哎，爱肝还不来剪一下？对我们松鼠型玩家，看到爱肝就是要剪。哎呦 ，Link， 贴图最爱用挖鼻孔。现在贴图好像很流行那种越简单越好，哎，越简单越黑白，越是你会怀疑说，哎，奇怪，这个贴图究竟是人画出来的，还是猫画出来的？还是猫随便滚来滚去滚出来的那种贴图呢？它就越卖，嘿，没有错。Welcome home, everyone。想想升级为 LV， 让千森知道今天是您的11个月纪念日，烟黑。太狂了，让千森知道今天是您的11个月纪念日，对，11个月。想想恭喜你升级为 LV 11的邪教勇士哦，恭喜升级，谢谢你续订，对啊，已经迈入第11个月了。到下个月呢？下个月的 Welcome to the bonfire， 猛猛点燃了邪教萤火，非常感谢你的追随哦 ，Thanks for follow。到下个月月初呢，我们的订阅徽章呢就会变成纯金色了，有没有很开心？有没有很兴奋？我自己是还蛮期待的啦，对啊，因为我也是要跟大家一起等。没有说因为我是实况组啊，所以就有特别的待遇，我们拿到一个公寓门的钥匙，我记得会拿到那个纸条什么的啊，就是没有看到纸条，
看一下那个公寓门钥匙哦。街の中で手に入れた古い印象を受ける鍵。这是一把在城市里面捡到的，看起来很老旧的钥匙。这是一个公寓的钥匙。什么什么 wood 什么什么 apartment 什么 wood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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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artment。好的。工商六六，大伯猫在偷工商，没有关系啊，我们要支持我们的大伯猫。先生，你出贴图应该会有基本版，虽然无法从。哦，那个钥匙好像是写。哦、oh, ，Woodside Apartment， 太难懂了吧，太难懂了吧！天哪，德文都没这么难懂，我乱讲的啦，我也不懂德文。好的，但是我想你们也不在意，因为你们都是沉默之秋来的，沉默之秋来的人呢，就是什么都不在意。哎，嗨，安安，你好，再见。跑吧跑，向前跑。但我有计划出赖贴图，对啊。赖贴图好像我上次去仔细的看了一下他的解说，好像不是一定要40张哎，好像他有几种张数给你选，有8张哦，他自己画出来，太好太好 ，Woodside Apartment， 好像有8张、16张、32张跟40张的样子，好像吧？对啊，你们觉得我出什么样的贴图比较好？我想要参考你们的意见，到时候画出来。马上第一个通知你们好不好？你们绝对是全世界第一个知道千生出贴图的人，比谁还早呢？比千生本人还早。时空旅人啊，时空旅人的概念，没关系，因为在我们的沉默之丘里面呢，什么事情都有可能会发生。科技家卢卡。嘎座蛮像的，以前固定40张哦，所以以前固定40张是不是？因为我前两天去看，原来是 Woodside， 对啊，他那字太艺术了，超难懂的。因为我前两天去看他的 LINE 贴图的上传说明，是说有几种张数可以选啦。我想至少20张以上比较刚好吧，不然8张、16张就觉得好像有点太少了。贴图太多，直接贴图恢复不用打字，其实蛮多人都是这样子的啊。现在蛮多贴图都是做那种懒人专用啊，那个什么懒得鸟你有没有？我超喜欢懒得鸟，因为觉得它很近又很可爱。现在很多人都是用贴图来代替讲话，用贴图来讲出你心中。想要吐槽，或者是想要表达你不想讲话的心情。接下来要去公寓，柯基加卢卡加卢卡拟人。讲到这个卢卡，一定要唱一下那个啊。为什么叫乌鲁塞阿帕多？乌鲁塞就是很吵的意思。卢卡卢卡奈多菲法，哈奇卡多リズムに合わせて、嫌なこと何もかも全部忘れて。我有买懒得鸟你的大娃娃，真的，这小猫居然有买什么？居然有买。欸，懒得鸟你贴图我几乎全部都有欸，因为那个实在是。太符合我心了，真是太可爱又太贱了。奶娘，你那真的看起来很好棒，差点买什么大白猫也要入坑了吗？大白猫，五大五麦，那五大五大五の好きだからだから地球中に常に五大五大五ですね。
赶快来看一下外面有什么东西可以捡。虽然我也不觉得外面有什么东西可以捡，但是我们身为松鼠型玩家，一定要绕一遍，好不好？松鼠型玩家的夙愿就是全部都要绕一遍，还真是很远。好的，哎，对，我记得入口是在这里的样子。你们都有买。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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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哎，好的，好的，也很好笑哎。马吉兔全套。ゴミが置かれているこれには用はないだろう。好的，终于有睡意了，是不是？可以是要睡了吗？可以是晚安哦。好暗哦。诶，这地图真是明显，真是太好了。还是这样的。对，他有一个是还是这样那样，可以是晚安喽。Apart 的妻子我替你的哒，我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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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有爱肝还不来捡一下？哎，又得 link。誘い座の女、古い歌ですね。そうだよね。古い音、あ、古い歌ですけど、でも古いこそ、なんだか、懐かしい気がす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え、这边哦、这边上锁了。え、对、我刚刚应该有存档。我刚刚有存档吗？我刚刚有存档吗？我觉得我有点存档强迫症。看一下，看一下有没有存档。哎，他是看你 save 不 save 好，我存档。好的。你们有没有会有时候会有那种关门强迫症跟哎，对，我们现在还没有手电筒，所以等一下要捡的。你会有时候有那种关门强迫症跟关瓦斯强迫症，我会有一点。所以关门强迫症就是说，门。我们家的门是从门外上锁的，我要锁个三四次，哎，两三次，三四次。那有时候我常常会锁完三四次之后，把钥匙放回去，然后想说，哎，我刚刚有锁吗？然后就会不太确定自己有没有锁门，然后就会再把钥匙插进去，然后再重新确定是，哦，我锁门，我锁门这样。那关瓦斯强迫症就是有时候才一刚踏出门外，就想说，哎，我有关瓦斯吗？或是我有关窗户吗？然后就会再把门打开，然后再回去关。哦，我有关瓦斯，我有关窗户，因为我很怕没有关窗户，因为怕我们家猫咪会跑出去。猫咪很会开窗户诶。那有一次，我以前是自己住那种独立套房，然后那个时候卢卡大概才1岁，就我们家的猫。然后我习惯是出门的时候，大概门会开个几公分的缝啊，但是才开个10公分的缝吧。我想说，哎，10公分还好啊，应该不至于说会跑出去吧？就只不过是出去吃个饭哦，回来的时候。噔噔，看到我们家的胖猫，一半的身体在外面，一半的身体在外面哦。它已经整只猫一半的身体在外面，然后只剩下后面两只脚在那个窗户里面。我整个看到当下，马上脸色发白，马上冲过去，然后用谨慎、小心而坚定的态度，慢慢的把我们家的猫抱回来，然后差点心脏病发。哎、欸，真的没有地图哦，好不方便。卡吉嘎卡卡德。那个需要训练营，打个正着。我真的很惊吓，因为我那时候想说，天哪、啊，我要是再晚一点点回来的话，我回家之后猫就不见了。对啊，那我会很难过。刚好回来的时候，看到他一半的身体在外面，我就赶快把他抓回来，然后赶快把窗户关上。从那之后啊，
我再也不敢开下面的窗户，因为一般窗户不是都会分下面比较大片的窗户跟上面的气窗嘛，我都会把下面窗户关起来，然后只开气窗，我才敢出去。不然我都会很怕它们跑出去。猫很会开窗户哎，你们有养过猫就知道。你们不要看它小小只，哇，那个力量啊，那个一拳300磅的力量。卢卡跟夏目的猫老师一样胖，就是，Welcome to the bonfire. SIRALS 0722系你追随哦 That's for follow 应该是没有那么胖，对，我们家卢卡没有那么胖。可是你们要知道哦，猫是一种头过身体就过的生物哦，所以跟胖瘦其实没有关系。你不要想说，哎，像那个猫咪老师，我看他身体这么胖，量他也是钻不过去，不是。你管它是十几二十公斤的猫，你只要它的头可以钻得过去，它身体就可以钻得过去。各位，再度让你们知道所谓的文祖猫的脂肪呢，就是这种构造，有没有？又让你们学到一课。テレビがある、特に気になることはない。你们看，你们看，你们看，什么都不在意的起点。这里有一台电视，但是我并不在意。好的，我知道你什么都不在意。养猫真的要小心，真的。难怪要说防护网。对啊，有些人他会买那种园艺用的那种绿色的网子，有没有？把自己家的窗户围起来，柔软度很高，对，没有错，最柔软、伸缩自如的猫，真的什么都不在意。那个夏目老师的猫，那已经不是胖，那是馒头。猫咪老师。我们现在没有手电筒，所以这些东西没有办法解谜。暗くて地図を見ることはできない。这也太暗了，所以没有办法看地图，有点麻烦。我家臭臭就常常偷跑出去，伤痕累累。哎，卡奇们家的狗狗也会这样。我住的地方有对外防护网，不过不能养宠物，所以我朋友都会装网。之前都用网格，对啊，蛮多人会用那个的。我看一下那个手电筒在哪一个房间，好不好？不然没有手电筒蛮不方便的。好，首先我们要去205号室。まずは205号室を目指して。207，在另外一边。哎，不对啊。205，哦，在这边。猫会抓线，猫超会抓线的，真的。猫也不知道会不会养一台 PS 回来，是猫的报恩吗？养一台 PS 4 Pro 回来，我还不马上帮它加菜。搞到自己现在做了，晚安喽。对啊，就算是夏天很热的时候，也不太敢把窗户打开，因为怕猫咪会跑出去。猫咪跑出去是一件非常心力交瘁的事情。眼睛被啊被打瞎，一只脖子被大狗咬，差点上天了，缝200-300次啊，好严重哦，真的。对啊，大家还是要顾好家里面的宠物哦。诶。哎，这里，就在这里，有没有？好的，哎，对，顺便给你们看一下。你们看一下这张照片啊，可能小心一点。他穿的衣服就跟我们那个男主角前面那套衣服一模一样。有没有一模一样？对不对？所以你们可以把这个衣服想成是詹姆斯他老婆 Mary 的衣服。对，怎么会有已经过世老婆的衣服出现在沉默之丘的假人身上，然后还带着一个手电筒？このマネキンの服装はね、ジェームスの。その亡くした奥さんメアリーの服装、写真の中の服装、
そっくりだよね。ライトを手に入れた。え、这么巧，这么巧。爽，还真的是一击必杀哎。好的，连踢他一下都不用了。ただのマネキンだ。でもこの服は。他这只是一个假人，可是这个衣服，对的，没有错，就是跟他老婆衣服一模一样。然后有一些假人的人头，假人的手。无对啊，西格沙发的维尼拿给他塞的，在这个沙发上面有一些假人的手脚丢在这里。塞维尼莫马内金的莫诺达嘎，幸好这个只是假人的手脚，这是愤怒的服饰店老板娘所作所为吧？我想一定是这样子。愤怒的服饰店老板娘呢，是最惹不起的。ミシンが置かれている。特に気になることはない。这里有一台缝纫机，但是老子也不在意啦。不在意，你还特地讲出来干嘛？ジョリーナ安安哦，头特安安，头特二只分只。养狗也要小心，我朋友的狗躺在马路旁边晒太阳，差点被车撞。对啊，要小心。这边有一个杂志，从杂志上面剪下来的。また別の分かりを求めて。在这个杂志的纸片上，我刚刚没有看很清楚。总之，这个上面是写着，寻求，又给你们听到我咬螺丝，算你们赚到。寻求别的终结。哎，有了有了，杂志的剪贴。死という結論，死的结论。